一思有一事，不知可言否？讲。大王已婚，明年便是加冠之岁。按照礼制，应该提前半年准备。是是是，大王进弱冠之年了。秦夏，一绝无欺瞒，句句所言属实。赵衍与秦王素有过节，欲兴兵伐秦，而我在大秦待了这么多年，深受秦王秦相之大恩。若我为赵王，我定不与秦王、秦国为敌。大秦所要哪片土地、哪座城池，尽管拿去。不够。王，夫人，你妾都听到了，赵毅要回邯郸了。是的，他要回来了，寡人要想办法收拾他。此事极容易，容易。